女星徐熙媛大 S 与老公汪小菲最近参演内地真人骚幸福三重奏，戏近期播出。节目中，大 S 听到日本乒乓球国宝福原爱为台湾乒乓球选手老公江宏杰剥虾时，机场露出不可思议表情。之后讲到无食虾时，解释从小到大都是我爸帮我剥虾壳，我爸不在之后我就不吃了。更指妈咪曾经同讲过，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，因此只要汪小菲无剥虾壳就无食虾。那番言论除作令汪小菲滴晒汗之外，亦令其余在场两位老公，包括江宏杰、陈建斌尽震惊，立即提起精神帮老婆剥虾壳。就连平时吃饭由福原爱服侍的江宏杰，亦争助帮老婆剥虾壳，认真搞笑。另外，大 S 剥虾论一出，网民都反应热烈，有人就塔另一半爱学野，但亦有人只帮老婆剥虾壳，虽然细心，但奉旨要另一半服侍就未免过于有公主癌。网民留言：阿大个人都要人服侍，有手有脚自己无剥。虽然话帮老婆剥虾壳可以调情，但他父母真系宠坏孩子咯。东网巨星开左一格啦，大家快递弗洛拉 ：https://bit.ly/2jjsvcr。